是中药的制剂，它本身的话，它那个粉末，它那个粉末都是有颜色的。哦，我也是理解，是不是那一晚上你自己身体排出了一些这个蒸汽，就是那些热气，对，把它给一浸染，可能就渗出来了。对对对，就这个意思。它其实这是一个祛湿的误区，它很多人就以为是的，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。因为那个人呢，在晚上睡觉的时候，那个足贴是比较干燥的吧？对，他遇到那个脚底下分泌的那个汗液，哦，汗液那个水分遇到它就变黑了。而且你贴的时间一长，水分就更多，它就有黑色的液体流出来。比如说有些人呢，他做了一个实验哦，他就用一般的那种水，少量的水，去接触那个足贴，一样的会有黑水流出，其实根本不是那个意思。